小王子，你听过吗？他爱着一朵玫瑰花，可是玫瑰花真的爱他吗？嘴巴不说，其实害怕失去吧。之后会变成狐狸在等待小王子吗？金宇真，你真的是个烂人，为什么要把自己逼这么紧？对啊，我是烂人，是因为你还在气我是吗？脚都瘦了。我们的关系，就是你喜欢我，会刚好喜欢你吗？金宇真，小王子坐在漫长的旅程中散步的下路，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喜欢麦田的颜色。